我们昨天卖了什么来着？哦，卖了南瓜，有3万块了。把南瓜卖了，把玉米收了吧。非常好玩啊，非常好，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玩。一个罕见的棕色大鸡蛋，紫色的带心的，第一次看紫色带心的。这个鸡蛋越生蛋，这个越牛逼啊！过来挤奶。后面，满星了之后可以生金蛋。嗯，牛逼牛逼！哇，紫奶，紫色奶，两罐紫色奶。哇，这下牛逼了，这下牛逼！就毫不带吹牛逼啊，毫不带吹牛逼的。因为今天马上要进入冬天了，冬天的话我们是不能种田的，冬天只能搞养殖。你看一天收入多少？现在你妈动物现在越来越不给力了，跟你说。啊，没死没死，吓死我了！这猫趴下了，动不了了。有点大了。瓶奶，两瓶奶，哎，别动啊，三瓶奶，一瓶羊奶，两瓶羊奶，加热器你放上去呗，放到卧室里，不是你放到那个宠物室里，放在家里干嘛？你放、啊。我日你妈！紫色的，紫色的牛奶，牛逼啊！我看看我的鸭好了没有啊？我鸭长大了没？这鸭怎么不长大呢？这鸭啊？哎，这鸡啊鸭怎么全不见了？啊？躲出棚里了吧？哦、啊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吓老子一跳！我操！嘎嘎，看起来今天很高兴。嘎嘎想要睡觉，奶牛奶还没挤呢，哎呀我的妈，奶还没挤，哎呀，哇，能不能不要动？这个奶羊，紫色的牛奶，热了狗了。牛奶的吗？不能敷、啊、牛奶要是能敷就好了。你是豆饼吗？牛奶奶怎么敷啊？奶奶是什么？奶它像什么？乳白乳白的，是不是像精液？这个敷，我等会回来看看应该敷好了。这个什么意思？是矿洞的矿车，还是公交车那边的矿车呢？公交车都可以是吧？草了，搞点草吧，没干草了，小黄。没草了？嗯。那448这个。弹幕说没草了。多得很，448。我搞羊了啊！我要加快羊毛的20%的这个速度。随便取什么名吧，一只。
一只八千，做直播机，坐在那个畜棚做直播机，坐畜棚里面呢，嗯，这外面的野草也给它放一点，外面出来的话没草也不行了，要重一点，羊八千一只呢，这才是绵羊，绵羊才能解，然后再织布，刚好买了四只，刚好这个没钱了，谢谢我们的方宝。猪以往，猪现在不养，猪到时候直接养十六只猪，猪现在不养。不养猪，我们可以建一个城堡啊，可以建一个城堡。我先去沙漠了，去沙漠。马现在不养吗？这羊毛能不能剪？我觉得羊毛它应该可以直接剪吧，因为它本来就有毛，对吧？剪了之后然后再长，长了之后然后再剪，对不对？赚三万五先发车，嗯，但是也可以买马，太过幼小无法修剪。对，也对，钓熔岩鱼我钓不到，就是钓鱼技能不够。那这个羊还剪不了，那回来休息吧，回来休息吧，来来，点好了，存个档，存个档，刚好十二点了，明天再玩，明天再玩。想明天接着看的可以点一下这个右上角订阅，点完了之后以后主播直播呢可以收到主播直播通知。明天呢打算呢就是骑马，骑马然后去沙漠，应该没有问题，一切都在这个预料之中。我们这样一天能存个，我们是一天存多少钱？然后等会呢，其实我可以去练钓鱼来着，因为挖矿已经练到顶了嘛。我到时候去这个沙漠矿洞，那个更赚钱，啊，还有赌场可以赌博，对吧？每天我都可以赌一赌啊，每天可以赌赌，然后明天我们再继续玩，好吧？哎，直播时间是下午2点到晚上12点，游戏叫《星露谷物语》啊，反正什么都可以干的一个这个休闲游戏吧。啊，是每天都是10点多玩，每天是晚上10点多才玩。哇，大丰收啊！好吧，明天继续。